Jusqu'au souffle dernier, pendant
欢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我在人间举目无亲，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Oh.
一个高科技的时代，电影的表现手段同它的表现空间已经和它刚刚诞生的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是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电影事业展示了一个可以发挥一切想象的艺术天地。今天的世界电影，中国电影正走向一个跨世纪的辉煌。但是无论高科技电影怎样发展，人类追求真善美的主题不会变，民族歌颂真善美的主题不会变，对我们来说，振兴中华、热爱祖国的崇高主题永远不会变。我们拥有昨天，我们拥有今天，我们唱起昨天的歌，满怀深情，我们更满怀激情地高唱今天的歌。中心飞鸟
老朋友，你是喜欢哭了还是喜欢笑？那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笑。在生活当中有愁苦闷心难免不掉，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在生活当中有愁苦闷心难免不掉，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笑，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 笑。看春晖大地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是烦恼。看春晖大地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是烦恼。Oh,
什么？我要说，爱是含泪的欢乐。你们问我，爱是什么？我要说，爱是寂寞的深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把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都献给世界电影节日和中国的电影节日。我们情在今天，爱在百年。我们情在今天，爱在百年。我们把所有的祝贺、祝愿、祝福都献给这里。我们情在今天，爱在百年。现在呢，我们就有请中国电影乐团、上影乐团、长影乐团、珠影乐团、鹅影乐团联合演奏辉煌的电影乐章。我们特请以80高龄的著名指挥家陈传希直棒指挥。
世界电影100周年是一首波澜壮阔的世界之歌。中国电影90周年是一条辉煌的中国之歌。今天我们有幸回顾世界电影的历史。今天我们有幸展望中国电影事业的未来。历史已经证明，世界电影的伟大成就留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道路上。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同样把民族电影事业的每一个闪光的坐标留在了岁月的河流中。世界电影走向辉煌，中国电影走向辉煌。现在我们有请70高龄的著名指挥家尹声山为我们指挥。朋友们，我们为中国电影感到骄傲，我们更为中国的电影音乐感到骄傲，
因为它曾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这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也是我们今天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